分享一下印象深刻的。山上，对，我就那时候算是第一次，算是第一次骑，就骑下去的时候就莫名开始落泪。他落泪，然后流鼻血。对。在前女友面前都没有流过鼻血，对。从他流鼻血。那时候我们动作很大，很激烈的。温馨的，是很温馨的。这么讲的，为什么要哭？就是觉得很。我露出了那种。有一点啊。你们所有人都献给他的。哦，你们所有人给我的。对啊。哦，本来想要给，本来很希望给。没有，给他我觉得很棒。继续保持联络，不要封锁。所以哭到底是因为剧情温馨，还是真的是内心觉得荧幕初吻被夺走？应该是剧情，就是。